系你好，政治揭露啊！喂，大家好啊！呢图片出街呢系12月25号啊，圣诞节啦！喂，大家好先。咁啊，圣诞节都做政治揭露嘅原因呢，就系话，我嘅琴日知道李家超翻到嚟香港啦，带咗个叫好消息，就系话会1月中咧落实通关。咁究竟几时通关呢？咁样呢个真系想同大家讨论啦。即系中央究竟而家同李家超之间嘅互动系搞紧啲乜嘢呢？咁样就因为我咁咪讲我嘅分析啦，系咪啊？咁啊，另外啦，咁啊，香港嘅疫情都系稳步上升嘅，21,200，琴日20,000，连续3日20,000啊，即系咧，见到李家超一边令到个疫情嘅数字系不断咁高嘅时候，另一边又话哎呀好紧，加去开会啦。嗱，即系咧都好多嘢可以问嘅，发生紧乜嘢事啊？好咁咧，另外啦，我哋上一次啊，12月23号，我哋话呢个嘅习近平对李家超嘅赞扬咧，系一种礼节性嘅赞扬。一阵间咧，我就真系想攞咧，习近平对李家超嘅赞扬同埋呢个何一成嘅赞扬做一啲嘅比较啊，吓。一阵间去倾吓，好，咁我哋入正题以先呢，都请大家订阅啦，何志刚有仇必记频道啦，分享啦，留言啦，赞好啦，同埋咁啷啷嘅，请你哋咧每一日嘅12点钟或者夜晚时候咧睇下有咩片出啊吓，好，咁我哋咧入正题，不如都讲下啲副题啦，少少嘅啫。嗱，即系咧有个网友咧就掟咗呢一个嘅图俾我啦，呢个叫全民小辣星嘅一个专业。佢 cap 图掟俾我嘅，咁佢讲乜嘢呢？佢话支持呢个 Miu XX 嗱，SA 就系支持抗争啦。因为2014年嘅占中呢，同埋2019年嘅黑暴失败咗之后呢，讲法就出台咗。咁即系话呢，政府以后唔搞得啦，因为呢，搞得会冇命。所以啲黄丝呢。就借题发挥搞 TVB，话自己仲抗争紧，所以佢哋系要真厌 TV。但系其实 TVB 里边都话好多嘢都黄吓，即系我今日睇无线新闻都话啊 TVB 去讲呢个俄乌战争，又讲马里乌波尔有个剧院。喂，其实嗰啲嘢呢，系因为马里乌波尔系俄罗斯操控紧噶嘛，即系讲呢啲嘢全部系泽连斯基讲完。佢照翻译照讲嘅，即系咧好惯嘅 TVB 新闻真系黄到低能啊吓！咁但系啲黄丝就话：，哎，我话 TVB 系蓝，我话 TVB 亲共咁样。TVB 冇话唔亲共，但 TVB 亦都好亲西方，系嘛？即系唔俾人哋咧两头蛇嘅咁样。咁你李嘉诚有冇？旗下嘅百佳有冇用中国货呢？啊，百佳不如你啊抵制中国货啦，唔好有猪肉牛肉啊，唔好五丰行买啦，不如，真系好好笑嘅，真系。针对 TVB，点解唔针对啊李嘉诚？百佳会有中国货卖呢？啊，好奇怪嘅吓，TVB 有一啲节目同。亲近即系同对中国系比较友善，但亦都有啲节目啊，直情就系搞事嘅，尤其是新闻部黄到扑街嘅。咁点解你净系针对 TVB 咯？真系好奇怪啊！但咩都好啦，话俾人知呢，佢哋系仲抗争紧嘅。呢个 Deal TV 消费全民，咩全民做乜啊嘛？啊，嗰个烂 Q 节目，我都唔明全咩民。Real TV 有几多收视呢？点全民呢？即系呢个又系咪代表咁占中嘅时候啊？要公民提名咁解呢？全民啊，暗示公民提名咁解呢？香港特首选举系一定要有一个提名委员会，唔可以300几万人成为一个提名委员会啊！基本法写死咗，但系当时候呢。泛民就话啊，要全民公民提名
嗱，而家传闻做乜嘢升啊？即系咩意思呢？咁样，黄师觉得自己可以话事啊，话传闻乜乜，传闻做乜乜。咁 Miu X 话咧，啥咧？咁就变成咗黄师嘅抗争象征啦。捧 Miu X 上天就自觉香港就由黄师话事，政府管唔到我。Miu X 咧就男艺人就讲出香港。咁但其实咧，香港好多明星咧的而且确有翻大陆揾钱嘅。Miu X 咧，啥咧就系、是、抗争。2019年嘅黑暴安慰剂，黄师唔会俾佢跌落嚟。跌天电视咧，跌咗个电视屏幕，压坦人都要保住 Miu X， 因为抗争不能输。嗱，呢个条咧几精彩嘅。啊，真系都系，我觉得系一个事实嚟嘅，即系我觉得十二件啊不知所谓嘅狗屎垃圾，即系咧，其实我直接啲讲啊，即系我都有留意娱乐啊，好明显啊，即系呢个嘅开电视爷啱啱攞第三嗰个吓、啊，就是青春嗰个康智慧，系好过嗰十二只嘢嘅。即系星梦嗰啲男仔都好过啲十二只嘢嘅，无论星梦一二，但系啲黄丝硬撑抌钱俾呢个 Miu X 十二只狗屎，仲加四只垃圾咧，系好明显就系有政治性质嘅。嗱，香港咧的而且确就最大嘅问题啦，就嚟踏入2023，再多一年2024，中共即系话中华人民共和国75周年。占中10周年，黑暴5周年，是令人担心的。因为现在黑暴势力、啊、仍然是潜藏在这里的。所以我做武离正经，我成日捧星梦啊，成日闹 Mila 啊，我不是客观如报道娱乐的，我是有政治动机的，我摆明是有的。OK， 嗱，我哋讲翻疫情啦，疫情就21000多啦，香港政府都是躺平，乜都不做的啦，死了50人。即是呢，其实21000多我都说啦，就算是感冒可不可以禁堂食呢？咁样你说哎呀不可以翻转头禁堂食咋喎。不过我希望香港人自己呢，你圣诞节平安夜你咁多人出街，哎好好气氛咁样。咁你出街，我觉得都唔系好大嘅问题啊。但你去兰桂坊饮酒去剥口罩咧，其实就真系危险啊！即系我唔理啦。你话新冠中咗，搞几日好翻啦。不过都系呢种病咧，真系有啲人有后遗症都几麻烦。即系亦都唔好话你，如果你系中咗一次，再中第二次，如果系连续中几次嘅话咧。对身体的伤害的程度有几大，你未必知道的。啊，即是你不要给自己中第二次咯。是不是？即是如果你未中过，咁你想中一下，我都不阻你的，你要周街堂食，是不是？你去兰桂坊饮酒。你中过你要警惕，你中的时候真的不是好过的那几日，比一般感冒严重的。是不是？中第二次、第三次变乜唔知噶，啊，尽量留意啦，唔好中第二三次啦咁样。嗱，李家超话：喂，要通关。嗱，我就觉得好得意嘅，即系习近平同李家超倾咗4日3夜。习近平见李家超嘅时候，真系喺23号嗰日，习近平系唔知道李家超嚟咗。北京有成去咗，已经系已经系去咗2晚。即系佢以为话，你琴日嚟啊，咁样23号可以问佢，你咪琴日嚟啊，22号嚟啊，咁样。佢话唔系啊，嚟咗2晚噶啦，咁样。嗱，呢一个细节咧，即系我留意到嘅时候，咦，即系李家超上北京。究竟习近平是不是有一些嘢好在意他呢？我只知道，我习近平要见你这个人一面，就是在
12月23号见过你一面系咁多啦。其他嘢就其他人负责，我习近平唔得闲理你呢个闲人。不过呢，其他人可能就系话要喺度逼紧你李家超，你可唔可以通关啊？扑街！即系话呢，大陆可能好多方面嘅人啲汇聚到去啊，咁就发觉你李家超呢好似对通关呢懒系话，哎呀，你传递咗香港人好想通关，但中间里面呢你好似有啲问题。嗱，而家呢就係话逼到李家超话要开一个通关嘅小组，要搵卫健委、港澳办、广东省政府、深圳市政府，喂，一齐听咁样，跟住仲要俾中央审批咁样。嗱，其实中央咧而家嘅意思就系话，嗱，我限你，你好喺一月头搞掂佢，一月中搞掂佢。嗱，如果我望日历，年初一系1月22号啊，农历嘅年初一，咁即系话咧，我谂系你喺20号之前，你死都要死掂俾我，因为如果1月20号就唔系叫1月中啦，过年后阿爷唔会安排啲检疫酒店俾你香港人入咗境之后。是又话住咩检疫酒店㗎啦。我相信一定冇㗎啦。咁点解李家超唔可以爽快话，喂，我都叫咗啲入境处啊乜乜乜乜预备咗㗎啦。係咪呀？咁即係阿爷呢限你做嘢低能。但我限你一月十几号唔该你搞掂，要全面通。唔好蝦碌。嗱，你李家超而家话，哎呀，琴日返嚟今日即刻开咗个会。究竟系咪庄康作势最后都唔想通呢？你啲人话啊，你讲阴谋论啦咁样。咁点解20000多只啊？而家有冇做过啲咩嘢阻止上20000多只啊？点解死亡数字有50人啊 ？Depopulation 啊，等啲老人家个个病 Q 死啊！即系你李家超，你系咪真系想通关呢？你对个疫情有冇真真正正去在个意呢？咁你要通关，咁我都知道，都系感冒啫，大陆都系话新冠感冒啊。咁但係你有冇做过任何嘢抑压疫情呢？咁样即係澳门啲人闹，又话哎呀，而家啲新冠喺大陆惹返过嚟啦，因为开放咗12月7号、8号开始开放啦，拆晒啲二维码。咁跟住呢而家话呢浙江呢上80000只啦。我諗阿爷係计晒数㗎。我諗呢而家开始爆。在农历年即是正月十五之前，即是二月零呢，应该就爆晒啦。即是呢冇办法嘅。我疫情传得快。又或者我中美争霸有啲其他解释，你自己睇啦。但是调返转啦，既然大陆都爆緊，咁你李家超仲要讲一月中，之前传嘅一月三啊、一月九全部都唔系啦。好，因为1月3、1月9、1月初嘛，而家变咗1月中。咁即係我唯有讲最迟就1月9㗎喇。即係你李家超呢，你可唔可以搵次叻啲 ,1 月初通搞得掂俾我哋呢？定係你唔想通嘅呢？我通咗个楼市反弹，你后面啲金主逼人卖楼收货收少咗，会唔会系咁呢？咁样
即系咧，我又想讲下李家超啊，点解我话咁鬼恶意啊？闹佢咧，即系我都有啲恶意啊，对佢，因为佢即系佢通关，原本我哋期望系三号或者九号，你而家话我一月中，我听到都唔中意啊！佢疫情又啊两万几只，你又冇乜抑制，喂你啲人咧喺个街度狂欢都系戴口罩噶嘛，你咪有得啲人喺街度狂欢咯。我都话唔好，唉，我都冇乜所谓。但系你堂食嘅嘢，其实你系可以禁啊。你话啊，影响咗啲飲食业咁，但系两万几只，你唔做任何嘢禁啊，系咪啊？即系咧，习近平咧见你李家超嗱，依啲咧你话啊话，哎呀，李家超同习近平企开个同呢个何一成。会唔会呢个系一个 random 嘅嘢嚟嘅咧？咁样可以系 random 嘅嘢嚟嘅，可以系话习近平好自然同何一成觉得企埋啲舒服啲，咁咪企埋啲咯。同你李家超，好自然弹开咗几寸，会唔会系咁咧？咁样我话习近平。会话呢个嘅李家超呢个称赞讲到好劲咁，譬如话我哋呢度写啦，又咩敢于担当、冇怂恿为、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呢句尚可嘅，因为肥佬佬拉咧就同李家超有关，大力恢复经济都有，积极回应民众关切，系啩？系嘛？关切嗰啲咧，要躺平嗰啲人，佢好积极回应嘅，系嘛？咁啊，跟住咧，佢话香港咧，习近平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嘅正确轨道上稳步前进。中央对李家超和特区政府嘅工作系充分肯定。咁我去讲啦，睇下何一成啦。习近平指中央将嗱呢个系讲何一成话，习近平指中央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全力支持澳门特区充分发挥自身嘅优势同特点，咁样奋力开创具澳门特色嘅一国两制嘅新局面，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更新嘅更大贡献。咁我想问啦，澳门咧较早之前即系行清零嘅，全民检测嘅，有健康码嘅。香港咧就系唔肯做全民检测嘅，唔搞健康码嘅。整啲咩安心出行系废嘅，系嘛？整啲疫苗通行证更加全中国冇嘅，就系、是、唔做健康码啫。香港，咁呢个咪两个唔同模式嘅一国两制咯。咁跟住你话，哎呀，澳门贯彻咗一国两制嘅方针，咁跟住又话阿李家超。是中央啊会全面贯彻一国两制啦，跟住又话一国两制是阿李家超都是啊喺一个正确轨道上面稳步前进啦。咁一个又清零，一个唔清零，咁系咪两个都正确轨道迈进，但两个又行咗唔同嘅方向？定系其实习近平因为要俾面韩正，因为李家超系。韩正只狗，我咪俾面你咯。我而家习近平忙，冇办法搞掂香港嘅嘢，所以就唉喺韩正面前赞下你啦。你都系贯彻一国两制啦。我对何一成讲，哎，你都系贯彻一国两制啦。咁样，但你两个嘅一国两制真系好 Q 唔同噶，即系夏宝龙坐喺度咁，哎，两个都。啲嘢都唔同嘅，搞到我都好奇怪。点解香港嗰个就躺平，可成嗰个就清零？不过我真系唔系好明。阿习近平就话啊，两个都行紧一国两制噶咁样，
都啱轨道噶咁样，定系其实都系真系门面嘢嚟嘅啫？我怀疑咯。去到呢个时间咧，讲多少少嘢，即系咧，香港咧就有一间咧虚拟货币嘅平台咧，叫 AAX 咧就倒闭，有两条友走佬嘅。香港01咧好得意嘅吓，佢就将两个人个样咧 post 咗出嚟，就打格仔嘅。咁咧，但系咧，其实咧呢两个人咧喺佢同早一两个星期嘅报道里面咧 show 晒呢两个人个样噶啦。呢个咧就叫做呢个叫做咧个董事啊，叫做 For Chan。雷神陈啊 ，THOR 啊，雷神咯、啊，咪 For Chan 陈振雄系 AAX 嘅 CEO， 佢呃钱立咗2.3亿走佬，好多买咗虚拟货币，即系啲唔知乜都好 ，Bitcoin 加其他嘢，全部个户口嘅钱全部冻结冇晒。佢就立2.3亿走佬，呢、這个叫陈振雄嘅冚家产。咁但系唔知点解啊，近啲嘅讲嘅时候咧，要打佢格仔啦，就讲咗佢名。另一个冚家拎就呢个啦，就叫做咧梁浩明啊，唔知点解喺呢边就要打格仔啦。就呢个冚家产咧，梁浩明又系有份立钱走佬啦。但听闻咧，佢嘅报道就话，原来呢档嘢之前有条契弟就是真正的老细，叫苏伟毅，他首先出股话啦。嗱，里边啲案情我搞不清楚，亦都无谓详细讲。我只是话俾你听，我 day one 咪叫你唔好买 bitcoin 咯，我 bitcoin 信唔过咯。呢啲美国走狗，阿苏伟毅系嘛？西方嘅势力。找了一些大陆人，这些大陆人做了美国代理人之后，哎呀，又有香港身份证，在香港搞单这样的东西，又叫你炒 Bitcoin， 呃钱，呃钱啊，就找到两个契弟，这个叫陈振雄，另外这个契弟叫做梁浩明，一起呃完钱走佬。陈怡几时走佬啊？萧若元几时走咯？萧若元就走咗佬啊！佢叫你摆 Bitcoin 嗰啲人，全部都有佣收噶。你信佢倾家荡产啊？你信我何志刚睇财经揭露？我唔会帮你搵大钱，因为算啦，我后面冇势力啊。但我啊尽量喺啲节目度，希望喂讲一个我哋认为啱嘅方向。避免损失啫。咁陈仪嗰啲系咩人啊？又话闹暴徒，啊黑暴嘅时候崛起。之前系黄丝，突然间系唔知点解，佢变咗闹暴徒，跟住叫你买 Bitcoin。咁啊，而家你买，如果你买 Bitcoin 用咗 AAX 呢个交易所，咪扑街咯。讲住咁多先。